这就叫你命归九泉。哎，方元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始皇大夫他想杀我。庞元帅，这不是在你的魏国，这是在楚国。我这是为楚王效力。楚王让我监督他写兵法，他不写。我是警告他。我不是不写，我是不给你写。给我写，给楚王写都一样。不一样，我给楚王写是履行诺言，给你写是助纣为虐。说得好，好极了。你说什么我不在乎，不过你写的孙子兵法必须经过我来鉴别真伪。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，闹得好。寡人就是要让他们这么闹下去，闹到最后庞涓就得不到孙子兵法了。大王，以微臣所见，现在就应该立刻把庞涓打发走。哎，把他打发走，何人能够鉴别孙子兵法的真伪呢？对孙膑说，等兵法全部写完再让庞涓来鉴别真伪。有庞涓作对，孙膑不敢以假作真。你的想法和寡人的完全一样。怎么想赶我走了？庞元帅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并不是想赶你走。你不走，孙膑就不写兵法。等他写完兵法，你再回来鉴别兵法的真伪。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孙膑的主意啊？是寡君的主意。孙膑写完兵法，楚王打算放他走吗？不放。他写的兵法不知是真是假，怎么能放他走呢？如果知道真伪呢？不论是真是假都不能放，如果放他回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这我就放心了。那元帅什么时候离开啊？后天。好，我这就去禀告寡君，请寡君设盛宴欢送元帅。不必了，我还要来的，下次吧。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，只要不是在我写兵法的时候。
孙兄，我是来告别的。怎么，不见得我写兵法了？其实，根本用不着我来监督你。你是个讲信义的人，你答应的事情，一定会去办的。那可不一定，这得看在何时何地对何人。这么说，你不打算对楚王履行诺言了？我没这么说。我听始皇大夫说，你即使写出兵法，楚王也不打算放你走。他说不能放虎归山。我太佩服你了，假话说得跟真的似的。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很卑鄙。你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。其实，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在鬼谷同窗的时候，别提鬼谷同窗的事，你不配。是，我不配。我之所以不配，就是因为嫉妒比我有才能的人，我嫉妒比我地位高的人。我嫉妒比我幸运的人，我嫉妒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能得到，我也嫉妒，嫉妒使我忘记了同窗之情，让我们兄弟反目为仇。嫉妒使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，也使我变成天下最卑鄙的人。我知道，你可能以为我是伪装的，这也难怪。我曾陷你于死地，让孙兄你永远对我失去了信任。可是今天，我绝不是伪装的。我之所以痛恨自己，不是因为悔过，还是因为嫉妒。我嫉妒楚王，他将要得到我所得不到的《孙子兵法》。这句话是真的，所以我想帮你逃出楚国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楚王也别想得到。我逃出楚国，回到齐国，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孙兄，我只说帮你逃出楚国，并没有说让你回到齐国。那我去哪儿？魏国。哼，踩出狼窝又如虎坑，还不如不逃。孙兄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是说，魏国、韩国、赵国、燕国、秦国这几个国家你都可以去，就是不能回齐国。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可以帮你逃出楚国。只有这一个条件吗？哼，当然。还有一个。给我一套《孙子兵法》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不错，这不可能。用一条兵法换一条命，你应该答应。如果你像楚王那样得到兵法之后又不放过我，那该怎么办？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哼，我不相信你的誓言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你帮我脱离险地之后。我指的不光是楚国，还有你们魏国。我再给你兵法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等等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我想知道你如何帮我逃走。要求不过分，我可以先告诉你。楚王让我先回去，等你写完兵法再来。我走之后，你对楚王说。《孙子兵法》乃兵圣之作，不能在喧哗都市书写，要找一条类似鬼谷的山谷，否则就是玷污圣灵，玷污圣灵会受到上天的惩罚。楚人向来相信鬼神，你如此之说，楚王肯定相信。然后你再说，在楚魏边境有这样一条山谷，
楚王绝对不会怀疑其中有诈，因为我是你的死敌，你不会逃往魏国。你到达山谷之后，我率军队突袭山谷，把你救出楚国，你看如何？怎么，你还不相信我？哼，怎么说呢？我逃离了楚国，又落入你的掌握之中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也没什么好办法。你没有办法，就该听我的。那到达山谷以后，怎么跟你联系呢？我派人与你联系。危险与机遇同在，我绝不食言。那我就再冒一次险。都说庞涓有666个心眼儿，以寡人所见，也不过如此。寡人略施小计，就把他给打发走了。始皇大夫，催促孙膑尽快的写出兵法。遵命。孙先生，啊，孙先生，哎，兵法写的怎么样了？啊？还没写呢。孙先生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哈，真的，不开玩笑。孙先生，你既然答应了寡君，就不应该出尔反尔啊。始皇大夫，我没有出尔反尔。只是兵法不能在喧嚣的都市写。孙膑，你可别在我这儿玩弄诡计啊。始皇大夫，你不要误会，当年鬼谷传授给我兵法的时候，一再的告诫我，兵法乃兵圣孙武所作，传授兵法不可在喧嚣的都市，一定要在幽静的山谷，否则就是对圣灵的玷污，玷污了圣灵，无论是持兵法者还是写兵法者，都将受到上天的惩罚。所以我为大王写兵法，一定要找一条幽静的山谷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庞涓在，我不能说呀，他要知道了会多有不测。说的也是啊，楚国有的是山谷，到时我为你寻找一处，然后送你过去。可以。只是不是任何一条山谷都适合书写兵法，那山谷一定要有灵气、仙气，否则兵法就会失去神灵的保护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啊，那好，只要大王不急于看到兵法，你就慢慢的找吧。你是说我找不到？不，你能找到，不过得多花些时间。当年鬼谷先生找到鬼谷的时候，花了数年的时间。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类似鬼谷这样地方的山谷，恐怕也得数年的时间。啊，那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用这么长的时间。要是大王急于看到兵法的话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只是危险太大。你的意思是？那年我去魏国，在楚魏边境曾经路过一条山谷，极似鬼谷，在那儿书写兵法是最为合适的。只是那里距离魏国边境太近，若庞涓知道了，会加害于我。那你不用担心，大王可以派军队保护你。派出军队，等于把我的踪迹告诉庞涓。他若请魏国之君，那将该如何是好？啊，大王可以请楚国之君保护你。小小的山谷岂能容得下这么多军队？即便容得下，这些军队吃什么喝什么？可以派人送去。孙子兵法说，动用军队100000，越境千里作战，各种费用日耗千金。大
大王屯重兵于边境不毛山谷之中，虽不比越境千里作战，但每日耗费也不下500斤，兵法非数日能解救，大王要消耗多少个500斤？这还在其次，若他国乘虚而入，那该如何是好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你回去禀告大王，让大王反复分析利弊，让他做决断吧。好，始皇大夫，你拿寡人的兵符调5000精兵保护孙膑。是。到兵舍不要把寡人的计策告诉孙膑。哦，微臣明白，大王是想再试他一试。对。哟，哎，孙先生，寡君已经答应进入楚魏边境的山谷了。啊，有军队保护吗？有，可是不多。那不行，庞涓若率军袭击，我命休矣。孙先生尽可放心，此次秘密行动，我们不可能让他知道。那也太难了，庞涓对我恨之入骨，他会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我的去向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楚王不能保证我的性命，我就不去楚魏边境。这样吧，我请寡军派5000精兵藏伏于山谷，再多派奸细进入魏国。庞涓一旦有风吹草动，立刻保护先生撤出山谷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倒是个稳妥之策。哈哈，既然计策可行，那我们明天就前往边境吧。明天太急了吧？你还没向楚王禀报要派5000精兵保护我呢。孙先生，军队早就准备好喽。你是在试探我？啊，这不是我的主意，这是寡君的主意。楚王也太不相信人了，我若有诈，我会去虎口冒险吗？算了，边境我不去了。哎，孙先生，你另找一个山谷吧。孙先生，不要赌气啊，寡君定下的事，你我都难以改变呢。那好吧，不过你得帮我办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一定效力。此事有些难以启齿啊。什么事儿？很难办吗？难办倒不难办，只是真不好意思，请你帮我找个人。孙先生，是不是女人呢？是是是。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男人好色，人之常情嘛。好吧，我这就给你找去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着急，我不是随便找一个女人，我要找上次来过的那个。啊，一夜风流，终生难忘啊。谈不上终生难忘，只是……哎，这样吧，她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他住在什么地方？也不知道。这你让我上何处去找呢？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跟我走。什么事儿？有人欺负我。又是你惹人家了。哎呀，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，我忙着呢。哎，有人欺负我，你不管呢？啊，有人欺负我，你不管？我不去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忙着呢。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你去不去？哎呀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啊，有人欺负我你都不管。怎么？你呀，别理他，他净惹事儿。大嫂，有人欺负我他也不管。谁欺负你了？啊，有个高个子男人欺负我他不管。我去看看。他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，大姑娘的话贴在这个街上，让人家看着。哎，听着听着啊，诸位诸位，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。有认识此女者，请告知住在兵舍的孙先生，赏金1两啊，1两黄金啊，那可是黄金。什么人啊？是他吗？就是他。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。你是他什么人？这你别管，
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，要不就不客气。这位小兄弟小模小样的，脾气倒不小啊。怎么，这位小兄弟也喜欢上画上这位姑娘了啊？为兄可以让给你。哎呀，你还真敢下手啊你，不知深浅的东西。哎嘿的，哎呦，找死啊你。起来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，不起来还打你。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。大嫂，我不该说这画上的姑娘比你漂亮，我也不该惹你生气啊。画上的女人什么东西，千人看万人摸的，一看就是骚货啊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不是为了找你吗？有你这种找法的吗？千人看万人摸，让我丢尽了人。朱莉姑娘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明天就走，急着找你，一时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，所以你走你的好了，找我干什么？这位姑娘的脾气可真够大的啊。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姑娘。啊，我说呢，好像在何处见过。这画像一挂出去，人就到了啊。是。好了，不打扰你的好事了啊。啊，孙先生，明天上路千万记住带上那只放竹简的箱子。我就是忘了带脑袋，也不会忘了那箱子。好，朱莉姑娘，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们在里屋说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？因为你我朋友一场，我想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不够朋友。钟丽姑娘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，我真的不能娶你。我说的不是这件事，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再提。那你是指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难道是上次我没跟你一块走？那算什么？那是我自找没趣。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钟丽姑娘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元帅，孙膑已经到了。好，孙膑中计了。楚军来了多少人？不多，也就是百十人。不，他们绝不止百十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楚军至少有四五千人。元帅，我们没看错，楚军就是百十人。我没有说你们看错，楚王不会掉以轻心，
只派百十人来保护孙膑。你再去山谷，想办法找到孙膑，探明楚军的人数与位置。是。庞聪，立即带后续军队昼夕夜行，秘密开往边境。是。西门将军，在。你带兵秘密封锁边境，只准进，不准出。是。曾先生，刚才你已经看到了，我的军队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秘密布防。哎，你该安心的写兵法了吧？好，明天就写。哎，孙先生，别等到明天了，现在就可以动笔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又不差这半天。孙先生，我可是为你着想啊。你想想，在这山谷多待半天，就多半天危险呐。是黄大夫，你别担心，你这五千精兵如此布防。庞涓就是再有五倍的军队，也进不了山谷。那是那是。曾先生小心。曾先生，老毛病又犯了。这山谷里潮气大，我的腿最怕潮气。照我说呀，为了你的腿，你就应该早一点把兵法写好，离开这里。那当然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给你找个人，女人照顾你啊？是黄大夫，我写兵法最需要的是静。好，那么需要的时候手引声。好，告辞了。好，请。你怎么上来了？我不放心你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庞涓大军一到，石皇大夫就带我下山，你们在山下等我。石皇大夫，万一出了差错呢？不会的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万无一失。庞涓诡计多端，万一他从你想不到的地方进入山谷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看过地形了，不会有这个万一的。你快下山吧，山下那些人都等着你呢，群龙无首，万一出什么差错，我们就满盘皆输了。那些兄弟都是自己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他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。让我留下吧，你的腿不好，又要翻山越谷，我可以照顾你啊。让我留下吧。如果石皇大夫看见你，他要起疑心的。我在外面悄悄地守着你，他不会发现的。好吧。来，我来吧。别，我来，你别动。这样是不是舒服点？就这样捂一会儿，时间长一些才能有效果。庞涓的人来了，我出去一下。小心点儿。元帅，
我们找到孙膑了，他说楚国军队的确有四五千人隐蔽在山谷四周，这是他给我们画的图。你们按图上所画查看过没有？看了，与孙膑画的一样。好，等庞聪带后续军队一到，我们立即动手。来，你带领一部分人马赶到这里。孙先生，庞涓的军队来了。啊，你派出的奸细都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？这奸细一个也没回来。我说不来吧，你非要来。现在庞涓军队来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孙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拼上了这五千军队，也要把你救回国都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快上松去吧。好。元帅，楚军布防有变，偷袭没有得手。元帅，准是孙膑在搞鬼。哼，我们已经包围了山谷，他就是搞鬼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击鼓，强行进入山谷。是。小心！哎哎，孙先生，小心，注意你的腿。慢点！慢点！快看看后面有人追来没有？哎！啊！
孙先生，我们不会再有危险了。庞涓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这条没有路的地方走。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上！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庞元帅的人。上！上！将军饶命，小人情愿交出孙膑。将军饶命。钟姑娘怎么处置的？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回去禀告楚王，就说庞元帅谢谢了。你原来是驾！吁吁吁！走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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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废物！你真是个废物！五千军队保护不了一个孙膑，你的那些奸细呢？为什么不早些回来报告消息？庞涓封锁了边境，奸细一个也回不来啊。庞涓，寡人绝不会罢休。大王，我去游说齐国和赵国共同讨伐魏国。不，你立刻去魏国向庞涓要人。可是庞涓不会给的。这叫先礼后兵，他若不给，寡人就讨伐魏国。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，其计名虽出自唐朝，但此计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多被运用。此计中的天实指皇帝，过海是指难以逾越的障碍。瞒天过海的关键是将隐蔽的计谋深藏于张扬暴露的行为之中。孙膑用此计瞒过楚王，又瞒过庞涓，逃离险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偷梁换柱》。